找到你真的想要的，你好好去做，你真的有心，你一定会做好。说你不要认为说你把你的东西给别人，你就会少，其实你得到的是更多。然后再来就是说，你帮助别人之后，那会变成一种习惯。有一种投资是只会赚钱不会赔钱的，那个叫投资自己。